这角度显瘦。哎，曼玉在营业，我也在营业，我们来看看曼玉在干什么。对，是这个感觉。哎，好想一只。收足收足，要过年了，喜庆一点，笑一笑。没有家，对，硬拿的是福字儿，没事没事，再让我背上去点。真是挺逗。这主播可不好当，这个东西还挺沉。这得是属于那种有话唠的吧，然后像我这样的，但我毕竟那个 I 人和 E 人，对，我是 I 人，我是 E 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不，我不太 E 人。这需要有话唠的那种人，天天拿这个，用直播就这样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这样看一下，你结束了？那有点过分了，你结束了？那每次都这样啊？为什么他的妆比我快呢？行了，我要去干活了。